大港你赢了。
九点零，我很感谢大家。一般引导会拿点半钟应该可以的啦，就不用不会说那个哦，嫌票太贵，大概应该可以了哈。大家互相拍拍过来者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他们还可以留下来点歌，他们的歌有他三五百首的。你们那个《未知之境》最常演出的 stand up 是哪一首？来一下。我们《未知之境》都做自己创作曲。你们玩的是不是最常做的创作曲？刚做过了吗？做过了。Morning。啊，算了啦，大家已经没时间了，要回家了哈。对，然后所以等一下就玩，我们下个月在台中，再下个月啊不是，下个月在高雄，再下个月在台中，再下个月在高雄，再下个月。台湾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做演出啊？请大家珍惜台湾的自由与民主，来继续拍拼，谢谢。刚不是 uncle 完了吗？那个，有的人时间比较赶的要回去哦，所以卡拉OK 一下，赶高铁的先走先。对，没有，我们想说那个就是卡拉 OK 一下。亲爱的妈妈。